本质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简单来看，让大家介绍明白，就是说我们成人的粉刺痘痘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哦，这数据我们看一下，就是大概20几岁到30几岁的轻熟女哦，大家都非常的年轻。虽然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在意的问题都是什么粉刺跟痘痘的问题，这有一个实验的数据，就是我们去做了一个问卷，发现其实不管轻熟女或年轻的女孩子都有在意粉刺跟痘痘，都是在前四名哦。而且在看到30到34岁的部分，前四名最在意的就是第一个 T 字的毛孔的问题，然后呢第四名在意的就是粉刺跟痘痘，它占的占比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透由这样的一个问卷，我们清楚看到20几岁到30几岁的一个市场，就70%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场。那既然我们看到，我们发现就是青春期的痘痘跟我们成年人的轻熟女的粉刺痘痘是不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图表，非常非常的清楚哦。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皮肤的含水量。那这边您看到这边就是我们有来讲偏不是蓝色系列的颜色，我们看到下方的地方，这一位呢是痘痘粉刺非常少的一个女性，她的痘痘粉刺的颜色反比好像没有落差那么大。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边的。它的脸部的轮廓，我们看到一下，我们就下巴的地方有没有有点点的地方，有偏黄色、橘色这个地方的颜色占比好像就有落差。那个落差是在于什么？它的皮肤的含水量变少了。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数据去发现，真正我们成年人会长痘痘粉刺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皮肤有缺水失衡的状况，才因为这样的状况产生了我们成年人的粉刺跟痘痘，所以跟一般青春期的粉刺痘痘是不一样的哦。那日本富士非常棒的高科技的产品哦，我们独家的创立这三个，第一个清洁来看到这边有字有点小，它是植物纤维。那在场刚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我们冰淇淋杯哦，那个我们的美女天使可以帮我拿起来。我们冰淇淋杯它来讲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洁颜乳，就是洗脸的意思，洁颜乳能够打出像这个海绵，就是那个像我们的冰淇淋一样，非常的 Q 弹，有弹性，然后长得像奶油一样。所以它能够让您的泡沫随着您脸部按摩清洁的时候，你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虽然我们是用植物纤维。好，看到第二个传送跟发挥。那来讲的话，我们刚刚经理有讲的，好，我们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细胞来讲的话，真的痘痘发炎的问题，它可以做改善跟抑制我们发炎的问题。好，第三个来讲，我们是用草本的4个植物去提升我们皮肤其实长痘痘跟粉刺一样的皮肤的含水量。那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简单稍微提一下，因为我们的洗脸真的在场，如果您有机会的话，现场有彩妆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有洗手间，你可以洗一下，它泡沫非常非常的绵密哦，甚至我们现在刚看到冰淇淋那个泡沫，它是富有弹性的，跟一般市面上来讲的话，它比较不会什么过度清洁，甚至有一些杀菌的效果，让你皮肤会变干，它是完全不会的。而且更棒，在这边跟大家一提的是，它的植物纤维啊，它像毛孔一样非常的细致，而且比毛孔还要长，所以不会造成什么阻塞，然后让我们皮肤有一些伤害跟干燥的问题。借由交错的方式，能够达到像我们这个图看到，就是我们鼻子的地方最容易形成粉刺跟痘痘的问题，它借由交错的植物的纤维，然后把它交错出来之后，所以你洗完脸之后，你会发现，你看这边地方好多粉刺的问题，对不对？洗完之后，你看它这边感觉很平滑、很干净。那这边一提的话，就是说现在很流行洗脸机。那在座呢，其实我相信非常多专业的人士都有去买洗脸机，我自己也有洗过。可是我试用过，发现洗脸机它来讲，它随着我们皮肤，它比较没有办法富有一个弹性度。那我们家的 AC 洁颜乳很棒，是它像球一样。当您挤出那个绵密的泡沫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你的脸上是一个球在按摩你的脸，非常的舒服，然后有达到一个洁净，甚至不会干燥，很舒服。洗完之后皮肤你会觉得很干净，就像洗眼睛完之后不会伤害，不会刺激，甚至有那种洁净很透彻的感觉。好，我们下一页。刚刚我讲的这么好的成分，
我们日本富士就是奈米嘛，对不对？出相机这个技术，我相信我们已经将近70几年、80年历史，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所以在传送成分的部分来讲，我们讲的就是高科技奈米的成分。那我们刚刚经理有讲到说，我们家的每一个东西，您看到就是非常特别，比较没有的高奈米的东西。所以来讲，我们 AC 当然也要奈米咯。可是市面上的痘痘粉刺的商品，我们看到都是水溶性跟脂溶性的东西。它来讲，第一个它的分子比较大，它不溶于水，所以它不容易萃取。所以在使用上，以他们要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去改善我们的粉刺跟痘痘问题，可是它没有办法萃取的时候，等于说它没有把这么好的成分放在保养品中，等于说也是没有效果。所以日本富士非常棒的是，我们用甘草次酸，它是针对我们粉刺跟痘痘发炎的状况，它可以抑制跟调整，所以它能够把它奈米化之后，我们的产品可以溶于水、溶于添加，甚至能够传送到我们皮肤的毛孔的深处哦。那我刚刚讲到，就是来讲我们的 IB Shoot， 那这边我们看到我们本身的那个痘痘粉刺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用甘草次酸跟E酸维他命 E 还有天然维他命 E 的甘油，它像一个胶囊一样，把这三个成分有效成包覆起来，再经由奈米化可以升到我们皮肤的毛孔。那这边看到甘草次酸，它是非常棒的抑制我们痘痘发炎的问题，可是它有一个缺点，也是一样刚刚我们讲的容易结晶。所以日本富士非常高科技才把它的奈米化，所以第一个变得非常细小，这边看到是非常粗大，经过奈米之后，我们看到奈米的像一个点点一样很细小，甚至洁净的透明的状况，表示它的奈米程度真的是竖起大拇指一级棒啊，真的。所以非常的透明洁净，加上能够快速有效传送到我们皮肤的毛孔的深处哦。这边我们讲到四种植物，讲到抑制了，然后讲到传送清洁，最重要就是我刚刚讲的造成痘痘粉刺皮肤水分的失衡，就是这四种植物，它是草本植物。那我们看到色甘萃取精华，就是调理女性的荷尔蒙。那因为荷尔蒙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经期经后的压力的痘痘，它可以直接做预防。桑葚子叶萃取呢，它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所以即使痘痘形成了一些什么痘疤，它也可以做淡化跟改善哦。还有一个朝鲜蓟叶的一个萃取，它是强调新陈代谢正常化，防止毛孔的阻塞。还有西洋梨的果汁的发酵液，它可以让你的皮肤有天然的保湿因子，让你的皮肤非常的水嫩哦。那这边有一个看到，就是当我们的消费者使用 AC 的洁乳荒水到我们的保湿凝胶三个品项之后，使用的前后的差别，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下巴最容易长的水分失衡、长个痘痘的地方，都有明显的一个没有那个痕迹，甚至有消炎的效果了。那讲到重头戏了，我们就要看到我们这三个主要的角色之一，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美丽天使拿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洁乳。它在您在拿起来的时候，它的把手握起来的感觉非常有质感，挤出来的适量真的是刚刚的好，然后完全的没有任何的香料，我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香料味道没有，所以它在洗完的时候，我觉得我皮肤很清新很舒服，而且完全很安心哦。那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冰淇淋，就是这个它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的绵密。那刚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就是现在啊，只要您就是到柜上购买我们的洁颜乳，有送一个日本进口的一个洗脸网，它是把你的泡沫可以打得更均匀更绵密，只要现在购买我们的洁颜乳，就有送一个日本专门进口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材质的洁颜，就是洗脸网。好，那这边呢有一个，因为现场看到泡沫很绵密，可是没有触感，对不对？这是我们借由一个短短的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日本把它打出如此绵密的一个泡沫，我们来看一下哦。那我刚刚讲的送就是这个洗颜网，
我好喜欢这一批，我每次洗到它的时候，我真的感觉真的像一个绵密的球在按摩的脸部。所以在场的每位嘉宾，我希望你们拿到我们小罐的那个的时候，你们回去第一件事真的要赶快去试用它。然后我们看到下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化妆水，化妆水这瓶非常特别，我刚刚就有讲到它本身是有传送，快速传送我们抑制痘痘的有效，甚至四个植物的成分。所以在场的呢，你可以看一下，我拿请我们的天使，请我们的日本富士的天使帮大家在座的可以试用一下，擦看看。它非常的棒，是它按压的瓶口，所以不像一般你需要用到的，所以在手背上你可以试用看看，它像凝胶，那它取决于乳液跟精华液的中间，所以它可以让你皮肤感觉又保湿，可是又不油腻，然后又吸收非常的快速。但更棒的是它用按压，所以我在用量上我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不会一次倒太多。好，我们在主角渗透还原精华，它是我们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明星的商品哦。那它其实来讲的话是秒杀商品，它非常的在我们班我们的柜上啊，只要客人只要讲到果冻精华、导入精华，什么都有了，都有来了，很多小名。可是就是它是我们家的什么强手中的强手啊，强棒中的强棒。它如何如此厉害呢？非常要借由大家的掌声，就是它今年在20147月9日的时候，荣获我们日本的国家大赏，所以我想借由你的掌声给我们日本富士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也算给我们的鼓励。它非常的棒哦，为什么如此的棒呢？等一下我们会试用给大家看哦。那甚至要借由大家第二次的掌声，不好意思啊，小女子比较喜欢听到掌声，因为我觉得你们在场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好不好，我相信你们都是最优秀的。来，我们在今年科梦美容奥斯卡，这是一个盛事，我将在场的每一个美妆的部落客都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推出了14个奖项，在今年我们这个渗透还原得到最佳的年度保湿奖啊。所以其实啊，这一瓶它如此的厉害，你看大家马上相机拿出来，它就是焦点了，对不对？它如此的棒，如此的厉害，怎样厉害？我们来简单的介绍几个重点哦。来，第一个，色奶就是我们讲的人类神经酰胺，就是我们讲的高保湿啊。那如何高保湿呢？它非常特别，它叫全导液，它建议什么通通都不要擦，就在干净的脸上取出适量的果冻的材质，轻轻一抹，你会发现立即快速的吸收进去，而且在使用之后你会发现怎样，在1到2分钟它可以快速恢复到原本像新的一瓶一样。所以每次我打开这个的时候，我看到橙红色的颜色，我觉得我每次像谈恋爱一样。有一次我记得爱爱有讲过，她老公闻到大马士革就感觉有什么很清新，有那种爱情的感觉。我看到那个橙红色，我觉得有恋爱的感觉。因为我们家最主要刚刚我们经理有讲的虾红素跟茄红素，日本富士非常的棒的哦，研究大概4000多种的植物，发现最主要抗氧化是虾红素跟茄红素，那它是深海的藻类，所以在场的很多客人问说会不会跟虾子有关，没有关系哦，它是深海的鱼生红球藻，所以它针对抗氧化是非常极强的一个抗氧化能力，所以让你的皮肤暗沉一扫什么变，让你皮肤有不会暗沉的问题，甚至我们讲的我们的神经酰胺快速有效补充我们皮肤的含水，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有没有砖块跟砖块之间的一个水泥，它可以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紧密的连结度哦。那更棒的是，我们刚刚讲的果冻的材质是只有日本富士有啊，所以打开感觉像透明，没有东西，事实上是油，因为够耐力、够细致，所以感觉完全是像每一次都是开的像新的一样。所以你们刚刚挖取完，如果好奇的呢，可以看它快速的恢复到完全像新的一瓶，这就是高耐力的一个分子非常高科技的一个器械。